这也太过分了，都逮几回了还来抠了，你说这够抠的，明天咋弄的？你说你走来走去的，咱们左邻右舍的，你这玩意儿不尴尬吗？老这样式的，这属不属于偷盗行为？抓现行了，今天拿麻袋过来的。前两次你抠我脸上，你说之间有个小耙子在这，耙子也给我拿走了。完了，你说你抠点就完事了，今天拿麻袋让我逮着了。你说你这么抠了，明年我咋种地呀？你说我就这点土，哎，愁死我了，真过分。咋的？你看这家抠的全是坑。怎么了？偷土来了，今天又拿麻袋过来偷的。我就告诉他说你别抠了，你不能这样式的呀。姐，咱就穿件衣服出来再说吧。气死我了，光穿衣服。哎，一会儿你立个牌子去。立啥都白扯，他根本都不在意啊。就以前刚开始搬的时候，那门口种的菜，小白菜，今天过来了看房子了，第二天再来没了，全被人薅走了。这以后都得看着。哥哥人哥要打金看看还有屋里又不是没人，你说屋里还有人他就可以。哎，大姐，在外面喊怪累的，那补补身子。你点的？人都吃饱了撑着出去喊去，你这可好，掉过来了哈，你是饿了出去喊去。你干啥呢？瞅啥呢？瞅这多少钱？一笔巨款。心在滴血。一会儿给他报了啊！本来兜里没多少。你这不是为我脸，咱仨都有事儿啊。啥晚饭？来吧。你的意思就是我没劲儿呗？让我吃饱了撑着再出去喊去呗？对，这干活得有样儿。你来一口啊。其实喊的真有点累了，吃饱了就喊，继续。我就是没劲儿，我要是有劲儿过了，刚才我就揍他，套麻袋，我套他头。你别喊了，弄我都听见了，以后谁也不来咱家了。那不能。那。没那么大嗓。把形象都打出去，咱家的，口碑得好。这一晚上够呛的把我气撑了。你把饭放过来。给你们。哎，你别管。别怕。我就要这一点儿。我爬一会儿让我还钱。这紫菜里头，饭随便吃。这是什么呀？谁让他选的啥？反正他点里面肯定有干豆腐。就是白吃的，还味儿可以。下周你还来啊？每次来哈，我得搭点儿，我不难受吗？还得干活，饭供不上还。你比我姐夫搭的少。那他俩。他才猛呢，嗯，我大成才猛呢，一赶上来正好饭吃完了，再不就回到饭点没蹭上一个碗。他今天没来呢，忙着讲，咱们商量一件事呗。嗯。你看咱们现在这门口这土怎么丢呗？嗯。我觉得雇一个打更的行。才多钱呢？咋的？不合的。整个塑料布多少钱？嗯，行吧，免费的。你姑娘讲话整个小眼睛不行吗？哥监控，嗯，完了整个警报员大声的，谁进那个里面了，嗷嗷就该叫，吓跑了。哎呀妈呀，成本太大了，那点补救就丢吧。